360，一年也365或366个日出，我送你365个祝福。我是这么虚伪的人吗？日常自黑的所谓 idol， 明白吗？就算再难过，我也不能低下我的头，因为双下巴会被拍到。就算再难过，我也不能流泪，因为卸妆了我没法看。这是说话完毕。下去吧。你看爆了个痘，青春痘，说明我还青春。我爱你。爱奇艺泡泡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一轩。现在造型装嫩，最喜欢的食物番茄炒鸡蛋。最喜欢的穿衣风格大衣，有时候大衣，有时候是就是像现在这样很大那个 oversize 那种 hip hop 那种风格。1到10给自己颜值打分。我觉得这个分数就在大家心里面了，我倒要看看大家给我。智商就没在线过，那只能选颜值了。油度和凸顶，接受法国都很尴尬，看过。谁？那我觉得凸顶吧，因为不对，油度，因为油度可以通过健身、通过运动可以减下来，凸顶有点尴尬，只能戴帽。第一件事，睁开眼睛啊。2017年新年许下的愿望没有，像最喜欢的运动健身打篮球，时尚单品是喜欢的时尚单品，鞋子当然了，微商也有，对，基本上很少，照镜子，洗脸的时候看一眼，刷牙的时候看一眼，然后那个。出门的话基本上穿完衣服以后再看一眼，对，激荡。这次的新歌有两首，一首是 Dubai， 一首是 Girl Girl Girl， 然后还有一首新歌呢还没有发，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希望大家也能够喜欢这两首完全不同风格的歌曲。最喜欢的，没有最喜欢的，只有更喜欢的，以后会更好，谢谢，好官方的回答。有啊，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像 G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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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动机，这首歌的动机是产生于就是当我还在国外当练习生的时候，还没有出道之前的一个想法，然后那个想法可能是很久之前了，所以现在要重新把这首歌做得完整的话，你要去找回那个当时的那个感觉，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漫长很痛苦过程，然后但是一旦找到了以后，就是找到灵感以后就写起来特别快。经历了多少时间？几个月吧，就是一直在想，就是什么样的风格适合自己，然后什么样的曲风让我自己很听着很舒服，也能让大家听着很喜欢很舒服那种。记忆深刻的事情。记忆深刻的事情就是像 Do Back 这首歌，是等于说完全做了两个版本，另外一个版本完全第一个版本初稿就完全推翻了，重新写了一遍才出来现在这首。谢谢你们这段时间来一直在等待，然后我也会不停的有新作品，让大家一直能有好听的歌曲听，希望大家能。多来点耐心，多多听，还有跟朋友们分享一下轩哥的新歌，就是出征嘛，这是首我第一首歌，就像打仗一样，是第一次出征，你得带好所有的装备，你得带好所有的可能你会感觉到那个有压力吧，然后也会感觉到那个紧张，也会感觉到迷茫，但是就是你是要上战场，所以你必须得让自己把自己心里的那份勇气给沉淀下来，然后披挂上阵出征，这就不能实现了，是不是？
对，一个愿望可以说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听我的新歌，能够喜欢我的音乐，然后我也会做各种不同类型的风格的音乐，各种类型的歌给大家听。最想做的就是演出啊，不停的演出，然后给大家呈现不同的舞台，就不停的回馈粉丝吗？对，让大家就是看不同的舞台，然后不一样感觉的选歌。期许明年希望能有更多的作品吧，更多的作品才能让大家更多的人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擅长什么样的风格，然后在音乐方面希望能有更多的建树吧。当然有啊。嗯，然后你都是怎么找灵感的呢？就是逼自己吧，就是我是经常会在半夜写歌的人，就是一般到11:3012点左右这个时间段开始写，因为我试过在下午六七点就开始写，就是没有感觉，到一直到8点到10点都没有感觉，然后到12点开始吃了个饭，7-8点吃了个饭，然后到12点开始就突然有感觉，就开始写起来，写起来一般写到天亮吧，然后特别因为边上也特别安静嘛，就写起来感觉特别快，所以我经常会熬夜写歌，因为那样比较有灵感，但是楼上的大爷总是来敲我们家房门，因为他觉得那个声音有点大，所以会扰民，所以我只能戴着耳机就小声点唱。当然就是不同的风格都会尝试一下，就让大家感觉不一样的舞台，不一样的周艺璇去唱不一样的歌。现在一直在做，除了歌手以外也在做演员啊，然后去年也拍了1年的戏，然后综艺也在拍，就各方面都发展一下，因为你通过戏里面也可以去唱戏的主题曲啊，一些插曲啊，也可以推广自己的音乐，然后综艺上面也可以去推广自己的音乐，然后也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关注你，关注你以后再去关注你的。有收到过很多质疑，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动摇，因为这是你自己在做的事情，你不用去管别人说对你说那些什么很偏激的话或怎么样的，因为嘴长在人家身上嘛，你也没法控制人家说什么，但是我觉得用我的音乐能慢慢的感化他们，因为我觉得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也能感觉到更就是幸福感跟快乐的感觉嘛，因为从给别人带去快乐幸福的同时自己也能收获很多的幸福快乐感，然后而且我外婆从小就教育我以后挣钱了一定要去多帮助别人，所以肯定啊，外婆的话怎么可以忘呢，很多啊，你看昨天我就打了1天的篮球跟我们球队的人，然后健身，平时没事情的话就去健身，然后玩滑板游泳，然后这段时间冬天我觉得可以去增加一下新的兴趣爱好，就是滑雪，对，都是差不多都是关于运动的，对。唱到我那个还戴着氧气罩的时候吧，有点夸张哈，坐着轮椅，当我老了头发白了还是要唱歌给你听。 Yes OK。365个祝，然后我送你365个祝。歌的时候还有吧？是吧？这叫副歌。哦，对。1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祝福。后面不会唱了。嘿。再见了。我的妈！真
们这样的模式，我让大家体谅一下。我祝你后面不会唱了。